靠近蟒皮的这一侧，咱们会贴上白色的医用胶布。那么这个作用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它是保护着你的这个蟒皮的，能够让你的这个蟒皮不受到磨损，因为你在运弓的时候，你的弓毛和弓杆是贴着琴筒的。第二个，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的运弓更加的平稳，不会打滑。因为有些同学他觉得，哎，这个地方太滑了，他贴个胶布上去会让你的运弓更加的细腻和平稳。第三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演奏的时候，咱们的弓杆会不慎的敲击琴筒，特别是在初学者，就这种打琴筒。那么咱们的这个胶布也有一定的作用，让我们的这个声音不要那么大，特别是咱们在演奏曲子的时候，比如说麦克风对着这个地方，声音会更加的明显。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个作用就是防止它击打琴筒的声音过大，咱们就会采用我们贴个胶布来预防这些问题。